欢迎回来，最新新闻现场，新闻继续要来关心的是来自三区的消息。今年哦，欢乐企业和去年相比较，大约跌少五成，但是农民表示，这季节和去年比起来是平稳真多。而且去年面对着三粮过节这个状况哦，这欢乐农会和家己管政府，其实拢一直伫咧积极想办法，和食品业者来合作，透过开发副食品的方式来减轻企业三粮无平均的问题。欢乐宝贝企农正咧为企业装修，准备送到台北的果菜市场贩售。有游客想要食新鲜，是亲自来到产地来采购。现场试食之后是鹅乐连连。欢乐的企业非常的甜，非常好食。现场购买的好处，除了介绍会比市民较俗之外，另外就是会使看到处理的过程，加一份安心。你今年欢乐企业大约是减收五成。企农讲，市面的计销中极品在20元左右，虽然企业减少，但企农讲计销顶多是较平稳。上无啊减少四成，那阮去年装的规门口店拢嘛起啊，一人一人拢嘛起啊。啊，今年了看就剩安尼尔，我去年拢嘛进三四更五更啊。普通哦，那是上品哦，拢差不多20元左右啦，还有20几元安尼啦，比是三两见面啊，但是计销较稳定啦。去年企业三粮过新，欢乐农会和管府合作，催生业者研发企业副产品，目的就是要减轻企业市场受三粮的影响。根据了解，目前新山杜老爷冰淇淋的皇家可口公司正准备收购10栋左右的水区，制作企业麻糍。你多年来对企业饼、企业冰淇淋，未来还有企业脆片和企业麻糍，可以说企业的出路是越来越多，市场越来越宽。最新新闻，陈凯发，欢乐乡蔡永报道。